6月28日，以中国科雅世界共赏为主题的科雅白兰地酒庄开庄仪式在烟台盛大举行。开庄仪式上，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王延才在致辞中说道，将授予科雅酒庄中国白兰地第一庄的称号，授予张宝春同志中国白兰地首席大师的称号。最后举行了对科雅酒庄和张宝春女士的授牌仪式，同时中国酒界协会王岐常务副理事长宣读了关于同意成立中国白兰地研究院的批复文件。中国酒业协会同意三家单位一起联合成立中国白兰地研究院。剪彩仪式后，举行了以新世界新中心为主题的首届中国白兰地发展高峰论坛活动。此次活动从白兰地产业升级、消费市场、技术创新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演讲和讨论。Quand j'avais goûté la première fois l'assemblage de Brandy Koya, j'avais indiqué que à la douceur de son attaque droite et tendue comme une épée que l'on sort de son fourreau. 这个百年章鱼的这个白兰地的话呢，也是我们中国白兰地的一面旗帜。章鱼白兰地年轻五年，带领国内白兰地在领头羊张宇这样白兰地的带领下，中国白兰地将迎来好质的发展。究竟高端白兰地迎来中国酿造新时代，这几杯科雅已酝酿百年。你想，我们张宇有百年的白兰地的历史，我们把这个故事讲好，一下子就记住了。因为你是40度的酒，你是越纯越值钱的酒。白兰地的推出也是正符合这样一个趋势，从安全转向这种品质的重视。统仓15年的这个产品的定价，跟马蒂利和其他的轩尼诗 XO 的价格，基本上都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我们跟国际公司已经也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酿生命之水，品百年文化。论坛之后的采访中，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美酒专栏作家黄山、法国白兰地协会副主席让·伯纳德纷纷对科雅表达了由衷的赞赏。规划非常好，而且是朝着做一个百年酒庄，甚至说超过百年这样的酒庄的这么一个目标去设计和规划的。Les fûts de chêne de Limousin, origine de France, et la qualité de la distillerie l'alambic.charentaise qui sont absolument magnifiques et dans un cadre absolument sublime. Je crois que c'est une nouvelle étape pour cette haute qualité de la Barlandie, c'est ça, c'est un bon moment pour nous.